不学 Q 啊，一级不学 Q，就也不是一级不学 Q，我们永远不学 Q。这是学个灯笼去。先把那光头给我杀了，没事，死死吧，问题不大。哎呀，全残血啊！赶紧回头打呀！这不回头打？我来了，还行，抡死一个。那一刀锤石出什么？出什么？全军出击！出什么神话？我给你一刀，我给你一刀，给你！哎，狂风之力，好的。哎，我跟这女坦下就行啊。跟着太阳妹妹来，太阳妹妹，杀光头，这不无限晕吗？还给你一刀，给你一鞭子，给我控死了！快走，太阳妹妹，你干他！他是个弟弟，你给我打他！你也不行啊，这！你这么肉，俺俩不打死他们俩？你给我回来吧，光头！我给你鞭子，这家伙，你没闪现吗？可以指，你抠呢？那指完咋不放抠呢？哎呦我操，这是有点脑血栓呢！我一看呢，这太阳妹妹让你玩的，指。给你鞭子，妈给你鞭子，学个抠行，学个抠咱也不用。赶紧回家来个狂风之力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！我看谁杀我这太阳妹妹！我给你一鞭子。
你说你刚才不回家为了什么呢？快点飞他俩，快飞过来，飞不了俩就杀了。你快一点的，你搁家干哈呢？哎呦我操了，你干哈呢？日月组合了开始啊，出门啊。我吐血了，上啊上啊上啊，你这么肉你怕个屁呀，你给我杀，我勾给你鞭子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。可以，为什么变成我扛塔了？我直接飞过来，一鞭子给他俩抽死一个。你还想往哪走？你这我给你鞭子，完了，给我抠死了。我只到无尽，无尽，等一会儿，无尽火炮收集者，狂风之力加蓝切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你先来个暴击吧。可以。这怎么还能有个炉灯艾克呢？我给你鞭子。小艾克，狂妄是吧？是不狂妄？是不狂妄？我他妈给你一刀，还狂妄？狂风之力。往上走，哎，追不着，别！别去了啊！我来了，兄弟们！我给你一刀。回家了，飞喽！
这大光头我给他一刀好像挺幼啊，大光头，我试试啊，我给你一刀，我打不动他，快跑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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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打不动他呢。哎，勾，哎，这回给你一刀，这，这也没法上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没勾出来，哎呀，这刀这个勾没勾出来，刚甩勾，刚摇勾，你知道，刚摇来个火炮，这个皮孩吧，我觉得还是跑得有点慢，不行咱来个武速孩，你们觉得呢？洛克萨斯之手，我来了，我来找你了。黑蛮，看有哈皮迷，我给你一刀，我再给你一刀。差个火炮，让谁退后？我你他妈还敢回来？一刀伤害不高啊，神射手赢能，这是神射手，这不是麻痹。那我们来个木印，不是木印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蓝切，蓝切在哎，蓝切呢？啊，这儿哎，在这等一会儿啊！干啥呢你？嘿，快跑！巴德。巴德。瓦德，看谁先打着谁！别让我 A 着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伤害不高啊。没有以前锤石伤害高，这一刀才1000，打人身上才400，没有以前锤石伤害高。没穿甲，我把鞋换了吧，一会儿，我一会儿给鞋换了。
我就杀的落手，他这么脆，我都没打动他。还有那巴德，那巴德也脆呢，巴德老脆了。我打不过这光头，光头薛威森有点猛啊。巴德在哪儿？哎呦啊！那不没视野了吗？再重印就好了，不要重印，我就想一刀把人给抡死，我就想一个炉钩子就能抡死人，我不想要第二刀，我不想要第二刀，不要第二刀。我想把那个狂风之力给换了，我不想要狂风之力了，我狂风之力攻击力好低呀、哦。你干哈呢你？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嘿。有铁板鞋没办法，他们都不是铁板鞋。嘿，你看抡他还得两刀，你说这玩意儿呢？我换一个，我换个木印吧。我换个木印试试啊！我是现在是366攻击力，换个木印是366，还是360，但是多了30%的穿甲。要不要这穿？我皮鞋也不要了，我这个皮鞋我给它换个西兰刀。哎呀，不行，钱儿不够的。狂风之力，那这么的吧，我把这皮鞋卖了，我换个西兰刀。这就对了。嘿，别跑！嘿，哈哈，把这个卖了，卖了来个啥呢？不能卖，狂风之力还不能卖，跑得还慢，狂风之力卖了的话。木印换了，跑得太慢了，差了25移速，不一定能打到人啊。试试看吧，
现在差不多了，一刀1200多。拿下了。